Ah, bello, eh. Mi puoi dire cosa significa? Cosa significa? Maurizio. Maurizio, è tuo figlio? Sì. Daniele, giusto? 应该是指班旦爸爸好有爱。 我等一下两点，我要跟我大学二年级的朋友约会，因为是吃饭，但是我现在只有200块，对，200块，200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两点，我要跟我200，好难啊，等一下我两点快，好了，那要我不要吃饭，200，200，两岁二年级干嘛？你们睡一个啦，好难哦。